开刀就有住医院吗？没有住，没有住。拍完一起来，然后医生就跟我合照，这样。然后我就下床。劳消动手术想哭，没人爱后，花花二乱剪。就很困扰我，两个月就手都不能动，手腕跟手指都不能动，就真的不能动。那一动就会痛，所以很困扰，什么事都不能做。就是手部的运动做太多。对对对，就是。弹吉他弹乐器好很多。昨天刚开完嘛，刚开完的时候有点担心，因为很怪，你感觉你整只手都很怪。昨天我一度怀疑这位医师，因为很不舒服。我昨天开刀的时候真的很想哭，因为他只麻醉我的就是半只手而已。其实这不要讲。那你说那时候想哭，那时候心里想的是好久哦之类的。开多久？很快，我们全程大概20分钟左右吧。那真正开刀大概3分钟，其他都在聊天。这医生真的很可爱，很活泼的那种，很有自信的那种。他就你随便用，你现在就可以用，就那一种，你懂吗？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我觉得很扯。我就觉得很扯，有一个动作不能做，就是这样子。大拇指转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平常也不会做这个动作。现在可以自己洗澡吗？可以啊，我洗澡就是这样洗，这样子。这样拿肥皂。哦。哎，你们真的很过分了，我还要做给你看我怎么洗澡。所以，昨天第一次洗就这样洗。可以，我怕痛吗？我怕痛吗？你有给你看病？怎么可能啊？你看得到啊？但我不会有什么反应。谁敢说他不怕痛？对不对？不可能不怕痛，只是说我们会不会表现出那个痛的样子？对，就是对不对？藏在心里，装镇定的。我是非常稳定的，算吧。大家都有进去装镇定。第一前有没有打气？你是很想要拥有一个经纪人是不是？我帮你聘请一位好不好？欸，为什么要问到经纪人？是因为这段预告，你女朋友就是你的经纪人吧？这不好说。我希望这件事情我是有一天我自己主动想要想出来告诉大家。我没有啊，我觉得你们都误会了，而且你们根本没有看节目好吗？你们就是看他乱剪。他在乱剪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把我那边讲了一句话跟这边讲了一句话就给我放在一起。我是可以告他们的。走吧。